大家好，我是四世莲华，准备做饭啊，现在十点吧，张罗午饭。今天中午啊，还是做个硬菜，手撕大骨头。我怕你手撕不动啊。这么多，够不够？应该够。六个人呢。这个肉挺多的，都是肉。今天把这个大铜锅也拿出来了，这是啥时候买的呀？2018年。2018年，5年了。铜锅好啊。放点花椒去腥，再切点姜也是去腥，再放个葱段也是去腥，三件套啊，光够吃的了。再吃一个嘛。哦，谢谢。吃吃吃。吃外婆。这个肉呢已经变颜色了，把这锅里啊给洗一下。洗一下再爆炒一下，然后就可以红烧了。大伙儿看看这满满一大锅都快放不下了，刚刚好。家里这个大骨头就处理的干净，干干净净的。媳妇儿做点米饭，今天中午终于吃米饭了。平时都是吃的馒头啊。先把这个骨头啊爆炒一遍啊，香味先爆炒出来。生姜、香叶、桂皮，还有草果一起放进去爆香。不倒了啊，下面有水，一个个抓。这一锅炒不下呀，再两锅炒。两锅炒的。香味儿啊，一下嘣的就出来了，是不是人啊？香味难，油一煎就香了。这一锅搞定，再搞下一锅。把这个秘制的调料给倒进去，看这颜色一下就变了，再来点酱油。满满一锅，倒点水啊。上锅炖了，剩下的全部交给高压锅。焖一焖，然后还有青菜，一肉一素，多切点，嫩一点。这样吧，多不多？不多。哎，这茼蒿也挺好吃的。这两天干的怎么样？谁啊？我。表现的怎么样吧？还可以。可以啊，你满意不？满意，那就天天这样整。天天这样，那问题是我那个车到时候，明天去拿车吧，把车开回来。车不要了。不。天天在家表现，车开回来，然后
再收拾两天我就出发了啊。不行。不行。天天在家做饭。看看。熟了没？熟了。我你们看漏的掉，拿着动你的爪。太烫了。拿一根块。我这是手啊，我不是爪。我作为一个厨师，你尝尝也很合理吧，人啊，对不对？嗯，烂了烂了。你把那块拿出来呗。哇，太烫了。嗯，好吃。真好吃。嗯，这上面啊是不辣的，下面是辣的。这盘不辣的，这个是香辣的，手撕大骨头。水果、青菜、肉，今天的饭菜呢还算比较丰盛啊。丰盛。对，妈，今天咱俩喝两杯。好。外婆，你喝不喝？我不喝。不喝，那我跟我妈喝两杯。明天我把那个新买的那个中巴车开过来，外婆妈。好好。开过来你们看看。好好。因为那里离得还有点远，一个人的话两辆车开不过来。明天我就吃点饭。你明天吃啊？对，我也要吃。你孩子，接小孩，孩子放学做饭。拉倒吧，以前就这么说。你看现在你对面坐着谁？那交给你们啊。那我们就是明天早上，我以为明天早上就那个去，一天就能回来。明天还得把那个车要修一修，没有那么快，可能要晚上回来了。那个车还有一些毛病，要修理厂修一下。放心。嗯，放心。好好好。马上再来喝点吧。嗯。我们光把这个干了。行行，干了干了。哎，朋友们，干了啊！干了。哎，都是好酒鬼呀、啊！好酒。那时候我跟圆圆，嗯，就是刚认的时候，我就记得妈你喝酒，是不是？我是喝酒。嗯，喝了也有很多年了。我家里还有好多酒。还有好多酒。嗯，你弟弟一双一双买回来了。哦。哎，这样的，那个酒架子上面。都是啊。